咪，你在我的美丽村做什么？要新年了，所以我带你来松爱部落的美丽村办年货。办年货成这样？那我们换装喽。哈娜哟，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在 TikTok 换装，我也会换装哦。要 double click 吗？哦，地方不对耶。那我们再换过啦。今天呢，我带你来这个橘子园。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家家户户都希望买一两盆这个橘子呢，摆在家里啊，当新年的摆设。它最大的意义呢，就是大吉大利。嗯，哎，老板，走。这个橘子园你花了不少功夫哦，这么漂亮的一片橘子园。这个大概要多久的时间才种到这么漂亮啊？最少是两三年。要两三年才有这样啊？嗯，这种成果最少两三年。两三年的这个时间才能种到一棵这个橘子树。对对对。所以不容易哈。不容易，不容易。那平时呢，你种这个橘子树的时候面对什么挑战？好像最近下那么多也会影响吗？哦，影响很大。下它的水分太多的话它也会掉，不够水分的话它也是会掉。也不行。也不行。哦，好，这样子我们是怎样选一个好看的这个橘子回家？这个就叫老板介绍了。其实就是看个人的啦，比如说可能这棵我看得漂亮，可能你觉得不好吧。最主要是你看得顺眼，然后呢树呢，它的如果它叶子青青黄黄大大的话，就这个黄就不美了咯。它叶子的黄黄老师，它大大片的话，就证明它健康。大概可以耐多久啊？啊，其实它常年的。常年啊，常年就是过了年后还是会有，还是会有的。不行哎，平常哦，我妈妈买回家摆哈，不是哦，就是新年的时候就很好看哦，两三个月过不全部枯掉哦，然后就整颗拿去丢掉。枯掉是因为可能你的水分不够，通常我们种的果会比较大一点，好像比如种这种大粒好吗？然后你们种的大概是大粒吧的？对哦，因为一可能水分不够，或者是肥料也是不够哦。其实就是一天浇两次水，然后可能要放一下肥。多久呢？放一次肥？你们可能是两三个礼拜一次。两三个礼拜一次啦。你讲的那个肥是平常我们去花圃买那种肥料来的？对对对，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它一般它是可以生命力缩长的时间。十年都无所谓的。十年。你带十年了、哦？我妈妈每次一年就丢，一年就丢。不好的，好值得，买一盆可以用十年呐、啊。那普通树是一样的，其实。美丽村买美味的年饼，年饼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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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娘，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你好，你好，早年快乐，大家一样，大家一样，新年快乐，大家一样，进来，哇，有的忙哦，哇，好香的牛油味哦，好香啊！Hello， Good morning， Good morning， 哇，真的是180天的，是手工的。这个刚刚烤出来哈、啊，对对对，你可以品尝，可以哈、哦，忍不住了，流口水了，我要吃一片了、啊。就刚烤出来，特别香，特别美味。做了多少年？应该有30年都有了。做了30年啊！这个是30年的传统的味道啊。是这样。所以年新年前的一个月左右就很忙了哈。我们 before 10月就已经开始忙了。对，提早两三个月开始做啊。Yes, 对对对，因为我们要。数量级别的地方啊、新加坡都有啊、马六甲卖到国外去啊，哎呦呦呦，都没有这么甜哦，对，各一桶金，这个放下去嘴你就会爆炸掉的，会爆炸掉啊 ，yes， 你们来品尝，真的，对机器和手工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，我觉得口感会有分别哈、老板娘，这是黄梨酥啊！哎呦，我最喜欢的黄梨酥，我要买这一罐呢、啊。来，我买这个。我买这个什么？金币，金币吃了很多钱。我吃了这个旺旺来，这个财源滚。对啊，老板娘以前是作为幼稚园的老师啊，现在啊变成全职做这个年饼。我相信在我们新村有好多妇女，她们都有一门手艺，她们可能煮得特别好吃，或是对某一样手艺是特别的精通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位老板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很好的榜样。如果大家呢
想做一点小生意，想为我们的家庭增加一点点收入，可以试看用自己的手艺创一番事业，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学习的。老板娘你好棒啊！谢谢。今天呢，美丽村的最后一站寻宝呢，我就带你来吃烧肉。这个就是美丽村最出名的烧肉叉烧，这些都是老板啊，老板在哪里？老板老朱啊，自己烧的这个叉烧和烧肉。这个在大热天喝这一个柠檬酸梅水呢，是最解渴的。你喝一口，你看我喝几口。这一碟烧肉啊，白里透红，你懂为什么新年一定要有烧肉吗？这个我不知道嘞。你看这烧到红红啊，这烧到红红呢，就是我们要今年呢每天都红红火火啊。哇，这个就是新年吃烧肉的意义。来试看，很香脆的这个烧肉。它烧肉我是中间含那个皮。美丽村呢，在雪兰莪州只是属于一个小小的新村，我相信好多人都没有听过美丽村这一个新村。但是我们只要来到新村，我们用心去发掘每个新村的宝，我们肯定可以找出很多新村的宝藏。就像今天我们在美丽村找了那么多的宝藏出来啊！对呀。所以呢，你慢慢的享受，慢慢的吃吧。我赶时间了啊。OK， 好，拜拜。拜拜。